万得想赶紧问陈林老师弟，请举手。妹妹，真的有问题吗？真的疑问很多啊。听说你在一个月之内瘦10公斤，所以你是如何减肥的？半年啦，半年。半年瘦10公斤的时候很不健康，大概是每天过下午5点就不吃东西，连水都不喝，然后只吃早餐跟午餐，就这样子。哪一个阶段？爱情白皮书一拍完，因为爱情白皮书胖到50多吧。哦，那个现在还是在重播。对啊，有个丢脸的我。有不太不爽，但重播的感觉吗？有，就是觉得就是没有要体会我们的心情就对了。范范姐姐有这种同感。范范姐姐很气啊，而且范范她这个双眼皮胶带贴的也太多层了吧，就热血都被看光了。有时候忘记了，因为你们他们那种尬戏啊，大家那精神都分裂了，那时候人格分裂了。那时候又胖，然后痘子又多，然后整个人都很失控，牙又黄。因为那时候没有做牙齿美白，就整个都不 OK。所以你这个人还算老实哦，很实在啊。但现在大家看那个重播的话，大家会特别注意了。你现在对，没关系啦 ，OK 的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是比较有想要减肥的冲动，是不是？有，我一拍完立刻减肥，因为那时候余文乐好红哦，然后大家都说我配不上他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该减肥了，然后才很努力减肥，半年之内就瘦10公斤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余文乐回头来说，他怎么配得上的？对，是不是？你们自己说说看。哎呦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来，小优。就是听说啊，你都是唱歌纾解压力的、啊。那请问你都唱什么歌啊？可以现场来教我们，然后纾解一下压力。很多有孙燕姿啊，米西亚啊，那个 FIR 都有。你们想听谁？能不能来一段 FIR？ 不管要笑多少眼泪，坚持下去的动力还在。Nothing I will be the guy。 厉害哦，有两下子。好害羞。孙燕姿也是要来一下。孙燕姿会吗？慢慢。慢慢你下来，慢慢。慢慢你确实小心啊。陈琳，我觉得这就是大方。一般歌手不愿意唱别人的歌，他现在已经排行榜第一名了。别人歌都照唱，慢慢，你抛砖引玉一下了，因为他也是很喜欢那个孙燕姿，他唱的非常棒，好不好？切磋，先唱哪一首？再等一下，我一巴掌扒下去了啊！常常又一出来就忘东忘西的。好，再来哪一首歌曲？天黑黑好了。天黑黑，掌声欢迎。你唱老师就跟你了啊、哦！我的小时候，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。家人的午后，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。你怎么会？副歌，我还想啊，1、2、3 ，Go。我爱上，没有 key， 拍谁？来来一点。我一定要这么高吗？好，来一，去抓一下。我不怕剩的一个人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，但我横冲直撞，被误解。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藏着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？我也啦啦啦啦，怎么唱啊？时间，然后嘞？让人哭，让人真的不满足，世界很大却看不清楚。掌声鼓励一下。你唱得很好，但是不要像孙燕姿会更好，好不好？而且那个漂亮。走了。怪到我头上是吧？怪到我头上是对，是我错了是吧？对不起，我以为是。好了，掌声，谢谢慢慢。好。
刚刚有很多问题，很多朋友还没有问完，对不对？小朋友还有什么问题？大雅，我想问陈怡老师，为什么你的痣是星星的形状？超可爱的，对，超可爱，大家一定没有近看过啊，可以看一下吗？真的耶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观众朋友要看一下，导播来特写一下，要多近才看得到是星星啊？看到星星吗？这边里面是一颗星，是一个天上的星星的那个星星。等一下，你这块脸拿下来，我们斑驳啊！拿下来斑驳。对，你这为什么是星星？自己画的也太伤人了吧！没有人会想把一个黑黑的东西放在脸上。从小就这样啊。实不相瞒，在跟您对戏的时候。相瞒。实不相瞒，真的，我对戏的时候我也想问。只看痣吗？我是因为要很深情的这种戏啊，你看他这边有一个痣。集中点。有点那种五颗星的感觉哦。不知道你的脚。会觉得很恶心吗？我觉得蛮可爱的。真的吗？是很可爱。我从可爱吗？我从小就有这颗痣了，然后小时候好像还没有人觉得痣很好看的时候，然后全部人都这样指着，哈，苍蝇这样子，然后从小就很怕会有这个痣，这个痣本来要点掉的，可是呢，医生告诉我说，你除了开刀没有别的方法，因为痣很黑、很大、很深，都要用开刀，镭射的话可能要镭射20次都镭射不掉吧。还好没有弄哦，对啊。我就反正都一错再错，错下去就算了，没关系。一错再错。杨丞琳小时候的照片打不光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哎，这个也太醒目了一点。这个是几岁的时候？这个好像出生了一个多月。这还看不出来是你。出生一个多月，然后这个是几岁我就不知道了。好像有点反光，那没关系，这样。这时候很像菜头大哥，哇，你那个头也太蓬了一点，头发很蓬，很蓬，好蓬哦。然后这是小时候学芭蕾，然后画大浓妆的时候。你小时候就很爱表演，对不对？因为从小就学跳舞啊，所以就还蛮习惯舞台的。那这个呢？这是国中要毕业，然后已经签到合约，但还没有要出唱片。那时候也太可爱了一点吧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因为你出道很早，对不对？在16岁的时候，16岁，5年前。你知道我们这边有现场几岁了吗？最小几岁？14吗？是你是最小吗？14岁。14岁。对啊，他是我们班最小的。国三。那他现在如果想进演艺圈的话，你们什么要跟他一起分享？因为其实啊，他有上过我猜嘛，然后我就跟他妈很仔细的聊过天，我就跟他妈说。讲脏话吗？跟他妈聊过天，我有说如果可以不要进演艺圈是最好，但是他的型又很适合，所以是看你的心态怎么样。可是我觉得。他很自然啦，所以我觉得进演艺圈就是自然。因为我以前在14岁的时候，非常的油条，油条到就是自己都看不下去，就是那种啊，我最喜欢表演，对，这样就一切觉得自己很亮丽，这样就很不 OK。我从以前认识你到现在，我觉得你是不知道你要讲什么，很成熟。就是那种很成熟的一个女人在那附身在你身上了。对啊，就是老成一点。比较老成，对啊。好，那个照片我们看完了。好。我今天呢，我们要跟陈琳老师呢来切磋一下啦。啊？就是因为一般来讲，对你这个外形啊，就看你主持节目或一些戏剧上的演出啊，都比较可爱，对不对？应该吧。你自己喜欢可爱这种称号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维持到多久都 OK 的，但是如果多来一点正啊漂亮，我会更高兴。哦，你现在想要人家夸你正是不是？或是超正的，真的假的？谁教他们教得很好？他们嘴巴很甜。我是发自内心的说，真的吗？发自内心的。他这样算不算正？很开心。不过今天呢，还是要有状况啊，就是有些状况需要跟妹妹切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欢迎到 Ellie 来 ，Ellie。